宝山？对这个地方好像不是特别熟悉。应该是非常美丽，然后很富饶，有很多特产的地方。八宝山是个墓地，这个我知道，因为地铁上有这个站名。都是些烈士和一些故去的人。不敢去，不敢去。感觉那里空气非常新鲜，也感觉到了我们国家对原来那些伟人的重视。但是他还没下葬呢，一直没下葬，十多年了，他没下葬过。这个叫什么李九龙，他一直没下葬啊。他是两个老伴吧，要是女的呢，都为了争这个，谁跟他合葬不合葬是怎么回事？是争有争执，他下不了葬。我来十多年了，我从原来红枣莲厂倒闭了，我调，等于我上这儿找的工作，北京的开一遍。咱们干完这项活下去还得去地花地树去，来的家属要急用啊，刷杯的，哎，咱妈得下去刷杯去。家属他出费啊，50块钱100块钱，一大小不一样的。说八宝山有八宝，就开始叫的八宝山最早的时候。要是大的牧区，咱们八宝山就三个牧区，要一牧区、二牧区、三牧区。再说分小的这个一片一片的，就单叫了，什么上八区啊、营子组啊、什么特三层啊，这是单属于单叫的了。这个八宝山地区，它大的牧区就是一共三个牧区，像咱们这个整体算一个牧区，一进大门的西侧二牧区，东侧是三牧区，哎，就是这么一直分解的。对咱们国家有贡献的吗？八宝山的老百姓往来不了，上这里来。高政局级的老王能到这里来吧？孩子也得这里头上班，就那骨灰堂里边。那就刨儿女刨去拿着那骨灰证能进去，普通人不让进去。有一部大部分国家领导人都在那大堂室里边呢，有朱那反正那里头有朱德、彭德怀啊，这里头有一部分。但是那里头，咱们他有儿女进去，不让咱们一般的人，他记者、照相，我都不让进去。这个放的是骨灰，咱们现在我擦的这个是骨灰，后边那个有几个大的，那是尸体的。我咋进了这个门？就是咱们就是平平淡淡的工作，每天到时候咱们吃饭去，到时候咱们上班来。咱们就在这儿平平淡淡十多年，干这工作我就一直干这工作，可以说是领导对咱们也信任，这里的领导给咱们干这工作也特踏实。嘿嘿，年轻的人还干不了这活儿啊，
这活也不是年轻人干的。您这个天天打扫卫生，这年轻人你想扫着地，他抱着粮仓，那不愿意干的。真正的对我启蒙也好，对我有影响也好，第一个人严格来说是徐悲鸿。现在的年轻人那个追星族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粉丝吧。80年代初刚参加工作时，我的收入才每月学徒19块钱开始，发第一个月工资，办了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个中国美术馆对面有一个这个百花美术用品服务部，买了一本1.4块的徐悲鸿的彩墨画集。所以当时就爱不释手，后来也知道他的墓地在那个八宝山，比较肃穆，环境也很好，自己能够在这里环境下能够跳出现实，无论说自己是快乐的时候，还是说自己潦倒的时候，自己都会到徐悲鸿的墓前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能够逃脱现实里边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也就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国外也好，在这美术理论界也好，对他一评价就是近代美术的奠基者，或者说说中国近代美术之父。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自己把自己这些到国外展览呀、一些义卖的画啊，无偿的支援难民，所以这是一个对民族自己用自己的画笔也做一定的贡献。画画呢，也是一个苦行僧制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那老师呢，原名叫于万胜，现在名呢叫于老三。我这老师的这个老师，就是齐白石第四个儿子齐良池的学生。我每周呢到于老师家学画一次，30多年了。实际上他陆陆续续也收过很多学生，大多都学过一年半载，3天5天，30多年如一日的这个，能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就唯独我一个人。你拿了那个画我也评了啊，你也看见我画这一个荷花，回去以后你呢要认认真真的去把它练下来，怎么用的笔啊，这个章法你是全面考虑以后，心有数了以后你再下笔，下回拿来我要这个判你作业。我最佩服的三个人有周恩来总理，还有焦裕禄、岳飞、穆桂英，还有刘胡兰。有习大大，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钱学森、邓稼先，还有胡锦涛。毛主席，诸葛亮，然后还有雷锋。一个就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房冰，还有一个就是军事专家张召周，他也是经常做客海峡两岸。朱德，习主席，还有毛主席，虽然朱德没有当上总统，但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元帅。其他的那两个总统，我都是也想当上的。你以后也想当官吗？
我也想当官，就是别当太高就没问题了，免得扯上什么政治问题，还得管政府的事儿，有点儿不好解决。山西人，王新来他们山西人。山西人，16大陈其同，17大陈良宇，18大王新来。现在就是说的第一个，你说毛泽东，你非得把这个自从公私合营之后，中国怎么样？你凭什么兼并私人企业？紧跟着1758就开始大跃进，三面红旗。非得断老天爷，三年自然灾害。我他妈中国那么大，他妈都受灾，全都饿死，这他妈有病吗？然后就我拿去，我拿去死活，反正。那个他夫人叫什么？那个胡明啊，胡明，什么名？胡明。胡啊，这个字。可惜不惜来不能来给他打扫墓、嗯、你也知不知道他来没来？这纪念 我对他不好，这个波一波镇压胡耀邦弄下去六四事件没有他、你应该看看这个历史，看看哪些人值得流芳百世的，哪些人是虽然当时显赫，有几个将军设计的那个墓不错的，一棵树一棵石头，这你看我就看了，他也是一种我就看了很感慨。不惜来的老爸，不惜来的第一任的老丈人李希明，不惜来的现在的老丈人顾春兰。波一波印象非常不好，印象不好不好，而且现在是不惜来的老爸，整人整得很凶。胡耀邦把他解放出来，他把胡耀邦给整下去了，死案结果胡耀邦硬给他翻过来了，把他救出来了。这个人呢、啊，还有一个东西你可以也做一研究的，研究研究你们以前的大学校长，看看梅贻琦怎么做的啊。现在有没有像梅贻琦这样的人？没有了，有吗？连那个纳粹都不行，连那个解放后那个的共产党129运动那个蒋南翔蒋南翔都不行。要教育家办校，这连温家宝都说要教育家，不能官儿摆下。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学吧，小伙子，我跟你，未来是你们的，未来是你们的。还有，要有点攒点钱，出国留学，这种艺术啊，还是美国、欧美。你看看普利策奖。还有那几个新闻奖，你看看人家拍的什么的，还有你看看战争里面的那个拍的那些人什么的，那你要拍那实景一点意思没有。还有我们那些照片都是摆出来的，那是记者最不对的，我感觉就是摆出来，你们坐好的，你坐这儿坐这儿，都是以前都是这么拍的，我跟你讲，对不对？ OK， 留学
日本现在经济发达的还不错。他们也不再侵犯外国了，但是我听一些新闻说日本正在计划侵犯，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行为。之前的侵华战争和九一八事变，所以我特别的仇视日本。我弟弟觉得日本人就是坏的，比如他，然后他们班去有一个同学去了日本，结果呢被他回来就被他骂了一顿。从二战时期他就比较强势，然后也想侵略，也帝国主义就是强一些，也想侵略，现在还是有一点想侵略，因为他主要美国给他做后援。安倍他说不愿意继承村山谈话里头谈到什么慰安妇啊、殖民统治问题，然后结果遭到了中国和朝鲜、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反对，极力反对。现在安倍他又改口说一定会继承村山谈话，还有那个就好像叫小野还是谁，也是首相的谈话，不，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继承。我特别感兴趣中国国民的历史，我这里大部分记得我，可是我想看朱德还有彭德怀的，他们特别有名的，所以特别想看他们的，可是现在没找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不好，可是还不错。日本我自己看先进发达，那种奋斗精神，因为日本人他始终生活在那个岛上，就是怎么说呢，自然条件跟环境都非常恶劣，但是他们可以在那种环境中也屹立在这个世界之林。我认为日本民族挺优秀的，真实想法，真实想法。我父亲生于1930年，实际上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彪带的队伍去了东北以后，你想想算这岁数，他算是17岁入伍吧，然后就跟着四野一直打到湖南，剿匪完了以后就跟着部队就进京嘛。就算都复员了，他们算是公安军四局，等于脱了军装又穿上军装。1964年，我差不多是我上学的那年，成立二炮，直接公安军四局全部转二炮。1930年出生，要到1966年他才36岁。是不是算这岁数也算是他不是挨整的那些人，那些人更老，实际有了权力的人都是20几年出生的，大概那个时候他们40-50岁掌握实际权力，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整的是当权的啊，他们你算岁数也当不了多大干部，所以我说他们除了干革命不会干别的。什么叫干革命呢？就是领导交派的任务，除了干这些，甚至连爱好都很少，挺悲凉的一生啊。
腐败问题。关于腐败问题，好像现在好多了吧？就按我爸他们单位来说吧，原来每年还搞个小晚会之类的，但是也不大，就相当于那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联欢一下，现在也不敢搞了。然后你觉得小联欢晚会算腐败吗？应该算吧，因为现在不是管得比较严吗？有一些人是因为其他的人也贪，所以他不得不贪。我觉得这个腐败，虽然他们是非常可憎的，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些人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嘛，他们小时候可能是非常的穷，然后一见到钱就觉得新鲜，然后可能就是想去更多的获得一些，就是讨厌那些光拿钱不做贡献的。如果拿了钱又做了一些贡献，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的。比较很难吧。我爸说了，那个每一次好不容易拿到点工资，还要缴好多好多的税，这税是给那些公务员啊啥的，公务员还不为我们做事情，还成天腐败。让主席把所有的大官的人员都清理一下，就是查一遍，看看有没有贪图小人。张钩呢？张钩在这儿呢。你把这后面那不干胶揭掉。行，我一会儿让他能揭。揭掉，关键粘哪儿？粘在右下后头，你一挂那花就出去了。这儿。哎。因为我父亲在这儿嘛，那么每年就这么过来一趟。前面那些墓地哈，有很多确实这对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的，是吧？当初呢有那种啊，这因为那种教育嘛，对吧？就觉得他本身也比较庄严。再一个呢，确实过来的时候那会儿还在这儿野餐什么的，都带着饭啊走过来。你的孙子今年9月份要结婚了，咱们家又该添一个人了，你高兴吧？来，咱们给爸爸鞠个躬吧。当时放这上面就觉得底下吧，就是不是少帅，上面。当时不让，我们那当时不让跳，给你指定哪个就是哪。不让跳。不是，当时还让。说这上正好有一檐儿，对对对，说老爷子还能让这檐儿挡挡雨，挡挡雨，要不这底下哗哗一烧。是。老爷子这也十几年了，也挺不容易的。零二年，所以你那为什么在这儿？因为你早，所以对对对，他是后面一点点往后，一点点往后延。据说后边以现在开的地方更好一点，就是会有树啊，有什么的。啊，那我没去看过。我们老爷子一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是啊，都罚一年，那更没享，更没。然后这个一辈子好不容易分个大房子，一天没住上，啊，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买的车一辆也没坐上，人们老说中国好像没有，怎么说也没原则人，他可以屁股坐在哪儿的时候，他脑袋决定他脑袋去怎么想。我记得我看过一纪录片，就是说到纳粹德国，是吧？这些人他似乎也在奋斗，是吧？但是他这种奋斗呢，就是属于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奋斗。咱不能说中国这些人奋斗都没道德底线，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这样。在科研领域其实也特别典型，就是有很多要用我们党的话说，就该实事求是的时候不实事求是，你知道吧？那么他不是实事求是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领导说了，领导就是这件事儿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事实不见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中国挺要命的一个东西。真正决定一件事儿的时候，因为领导说了，那么谁都不会再去提别的疑义。可能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发现行不通。说白了，就我们那会儿说，他们就说这翻烙饼的事儿很多。这件事儿啪做完了，觉得发现又不对，翻过来又从头来。我觉得像西方国家，可能的这点就是，你政界人士可能说话很圆滑，是吧？但老百姓哪不管你这个，或者说我搞科研的或者什么的，我该怎么着就是怎么着。像科研这属于1+1啊，就是应该是特严谨的，是吧？你再掺和进去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其实对这国家是非常不好，对这社会实际上也会有很大的危害。
其实算是一个科技网站的编辑啊。我们这个职业也挺矛盾的嘛，因为你是要给网友看的嘛，网友是很相信你的，你作为一个媒体你有公信力的，但是受制于一些比如收入啊、营收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能会倒向厂商那边。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我自己想要这么样的，但是是上面给你的压力。对，可能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外界的，力不从心，就是自己说了也不算。对，比如说魅族手机吧，魅族手机最近好像起势比较火，然后近五个月开发物也比较多，然后产品也发的比较多，但是你会发现因为量大了，然后品控可能就下去了，然后网友在一些论坛啊媒体上的反馈声音比较大，但我们媒体这边可能就会公关就会发过来一些声明之类的，然后说让我们去掩盖一些事实。其实不只是这一家，好多家都在这么做，所以说大家都在想怎么挣钱。对，就忘记了一些东西，因为媒体其实说白了它需要资金去维护的，就是不是有一些公共组织去帮他的，虽然我们想客观但没办法，因为我们也需要钱，所以说他可能会去勒索一些厂商，比如说你要不投放啊，不做广告啊什么之类，我就可能会去黑你。我也挺迷茫的，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吧。来到这些地方就是想怀念一下过去，希望原来的这些老一辈革命同志的精神能够继续下去吧。读博士期间做的是古代的研究啊，古代研究里面就会碰到很多传世的一些文献，这里头就是有一类文体，就是墓志铭。这个陵园它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一个场所，它并不是历史书，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文字刻在上面的文字，但是它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是一个最直观的一种感受。面对的这个墓碑，面对的陵园，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浓缩的一种历史的一种象征，就像一串串一排排这个墓碑一样，在纵横交错。评价的标准啊，我想可能这里头呢主要还是以政治为先的。我认为啊，有一些文学家呀，或者思想家，或者艺术家，他们不一定在这儿。我认为不一定在这儿。按照我们党的这个想法来讲，他们首先是我们党的这个人亲密的这个伙伴嘛，或者战友，是这么一种身份。我感觉就是他们来到这儿，似乎只有是不是就只有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以前呢，现代的
现在不算，因为现在它有应该也有一些商业的运作，这不算，就是以前的这个就是那种政治上的。你不知道程先生他是医德大师这个级别，他应该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而且他的入场介绍人是周总理。哎，就是、首先周总理很喜欢他的艺术，而且周总理应该是提出来动员他入党，说我可以做你的这个介绍人。他比梅贤入党时间早多了，辈分那样，他是梅贤弟子，但是他也梅贤入党，他还50年代刚建国就入党，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一方面是程先生艺术成就，这个是公认的，第二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倾向，因为当时刚建国，说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共产党他是一个就是观望或者 不太了解，或者有一些好像有些隔阂，是吧？但是呢，程先生还对这个党呢还是有一定感情，所以说他入党很早。那这个我感觉都是这个就是现行的政党的对他的一种定位。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我们要说这个这些革命先烈就是艰苦奋斗，是不是？为这个民族的这个独立、自主、富强，就是这些话。但是我们说这些话，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的东西，不是一种史实的东西。有些史实的东西呢，在这个价值观或者在理念的面前，反而显得次要的。在100年之后，或者在20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教科书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谁也不好讲。但是我想，只要是共和国还在，那么一定要会给这些开国的这些元勋们一个位置，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正统政治的统系、政治的谱系的这样一种体现。这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时期，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是永远不可能会磨灭掉的。革命公墓也是一种非常客观的一种记载。我觉得咱们中国现在的教育太失败了，现在的人这个思想已经完全都变了，尤其是小孩儿哈。对，我记得咱们我小时候走路到这儿来，每年一次，走路特别远啊。但是现在小孩没有人来过。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能比了，现在的孩子太娇气，而且呢，就是说有
这个名利思想太严重。你说现在这么点小孩儿，你让他上电视又就说的那些话已经不是孩子话了，而且就是明显的哗众取宠，根本就不是说我现在我要那个好好学习，我要增长自己的知识，强大自己，然后我用我的知识去强大祖国，他不是这个想法，都是就是想受家长的影响一夜暴富，我现在有了名利有利了，哎，我将来我就能怎么怎么着了，对吧？你应该教孩子，我觉得分数不是最重要的，教孩子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你最起码你应该知道我的规矩是什么。现在中国很多人不懂规矩，包括大人也不懂，孩子更不懂。咱们中国的家庭就是对孩子一点规矩没有，孩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注重你这孩子学习多少分，在班里第几名。但是你应该对，就是对人友善，或者是有一些看着什么老人应该怎么样啊，什么见着人应该叫啊，就是最普遍最普通的这些规矩孩子都不懂。然后在家里边我为大，对老人不尊重，然后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觉得如果给我权利的话，我一定要在从小要抓这孩子这懂规矩这些，我认为是这样。从工作以后一直都是教语文，是小学语文老师嘛。那么小学语文课本里边有一些个老舍先生的这些个作品，比如说我们学过的猫啊，还有是这个老北京的春节，还有像草原啊等等。你看我们这可以仔细看看这一行文字，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这是老舍先生一篇文章里边的一句话，被他的儿子舒乙呢，当作墓志铭刻在了这里。墓碑的这个面，水波纹形状的，老舍先生的头像摆在了这个角。可能你也知道，这个老舍先生是因为在文革时期啊，遭受到这个迫害，最后投太平湖去世的。看这水波纹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好像就是。人去了，但是他的精神思想还在。能不能背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己那个放假的时候背着玩呗。背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快变成一种潮流了，所以必须得背会。不背会的话，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因为没几个字嘛。老师要求背，然后就回家练。知道为什么老师要求背吗？我知道那是习大大说的。你觉得背着有用吗？有用。就是北京评那个文明城区，然后要求所有人都被可以评上。海淀区迎接这个全国文明城区检查，这工作咱们当然是上级布置下，咱们不能不做啊。反正是咱们学校呢，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让孩子背这个核心价值观。你们学大学背吗？不背。不背是吧？那你会背吗？
也不会，也不会。我们是，上面要查，先是呢这个区里边教委派人下来查。最有意思一个事儿是，这个检查的人呢到小学的一年级里边哪个班里边去查，让孩子们呢背这个核心价值观，然后呢还让他默写下来核心价值观。我们就在想，我的天啊，这一年级小孩默写核心价值观，这些个字他还有的不认识呢，他还能默，他能背下来，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了啊。咱先不说他背下来有没有用啊，他你再让他默写下来有点夸张了。反正下来呢我也接受过检查，人家来查了你就去背去吧，我们当然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反正我就听说有的学校可能说错了，这个学校的可能负责人就要到这个区委去做检查去，为什么你们学校有老师背不下来这个内容啊，对吧？其实咱们不是说背不下来这个东西是吧，也不是说不重视这个东西，心里边有就都行了。听说还要检查那个临时工，还要检查保安，反正海淀区所有的人嘛，啊，这就应该理所应当的就应该都把它背下来啊。我觉得有些形式主义啊，我觉得有些形式主义，可以说真的身心疲惫，搞的这些个活动，做小学老师挺不容易的。行，我看我该上课去了，小谢，啊，那今儿就到这儿吧，嗯，好吧，嗯。好，同学们，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篇我国文坛巨匠啊，文学大师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请齐读课题。养花。老舍，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老舍的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和《龙须沟》。1966年8月24日，中国作家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暴力批斗，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老舍有很多名言，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反抗。生命是不容易得来的，也是不能轻易舍掉的。这里边拍咱这里咱谁也惹不起，那家属哪个你都惹不起，来了都给你瞎招，哎呀这作品怎么给拍到那儿去了，
这个事儿，哥们儿，不是说像你说那么简单，你说的好那么简单呢？好家伙，这你这这里的头谁惹得起？惹得起这帮人？哪个你看都够级别，哪个咱谁惹得起啊？是不是在这儿？你得得理解，对不对？啊，你就学校开个介绍信，教育科委同意了，随便拍。你天天跟这，你跟这吃跟这住我都不管。外边革命公墓一层教育科就行了。